火腿的味道，你有闻到吗？想要吃吗？想要吃的哦。好了，然后还有一个材料，鲔鱼罐头。我们下压它才会断掉，要很用力，要很用力，要很用力哦，要很用力哦，爸爸那个要蛮力，而且要用到蛮力。好，要讲话，然后旁边的施幼师的撕掉，刚刚看到施幼师的，哥哥你的好漂亮哦。哇，人家做好了哦，有这样马上吃，好吃啊，这马上吃了耶，哦，好吃对不对？自己做的很好吃，你没有谢谢叔叔，刚刚没有谢谢叔叔。妈妈全程会看到哦。要做给妈妈吃哦，你要磨得很漂亮哦。还要再多一点吗？那学校有上那个画画课。对啊。哇。好。哎，哥哥现在是大班吗？对。所以他明暑假后要。今年，对对对。哇哦。这也是念你们附近的。对，民安。民安。对。我知道。就顺其自然嘛，对啊，让他念民安。你跟爸爸，你要再抹平一点，抹平一点，抹均一点，白白的地方抹平一点，对。好，你先吃。好，请切切，吃饭了吗？切切西瓜一样。对，你用手帮我扶一下。对，然后再用蛋黄一样，然后再用叉子这样子叉过去。那吐司卷知道吗？这边吐司卷啊，来啦，啊这边还给他擦一个。放电时间，放电时间，哇！小苹果完成了，帮我把杯子拿过来。你的杯子真的太大了吧？我只有100cc， 拿一个这么大的杯子来。好了 ，OK。好的。好香吗？有啊，我会给妈妈喝。你自己咬的哦。要请弟弟喝吗？哦，对，我们等下装一点到奶瓶给弟弟喝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留一点给。要音乐吗？不可以再摇，这个在摇。爸爸，你好无聊。
没有，弟弟他很忙，他在东看看西看看。你要叫弟弟帮弟弟咬哦。帮弟弟放，你要教弟弟咬哦，你要。可以的，没关系。可以吗？你转反边了，所以打开，往这边，对，往这边才是开。庭恩说：“快一点的，快一点的，他在拍桌了。”对啊，美姐觉得你动作太慢了。对啊，那哥哥快一点，哥哥快一点。好，你先摇五下，然后帮给弟弟摇。一二三，然后你陪弟弟摇。好，换弟弟。带着弟弟的手，弟弟对，跟他一起摇哦。跟弟弟一起摇。哇，一起摇得很好喝哦。开心的。那个表情好可爱。有有有，来，你帮我拿水杯，拿弟弟的水杯好不好 ？Good boy。好了，完成了。等着喂弟弟喝啊。会转吗？完成。耶！小心，我想喝。刚刚那一杯他喝两口，然后其他都挺能喝的。对呀、啊，可能是甜吧，他很爱喝。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。活动已经可以算是全部完成了，这是我们的两个故事和两个简单的烹饪活动。然后所以大家啊，大家应该已经开动的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最后还有五分钟。我先问好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，就是关于就是绘本的活动有什么疑问想要提问的吗？关于今天的活动，没有。还有五分钟，我借一下那个，因为上次有一些家长有一些提问到说关于看绘本的故事，就是为什么要看绘本。